五杠肘，我简单示范一下，一只眼，插手，下面我把这手的意思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手一打手，这手往回撕，这手会割热，是吧？这手割热往回撕，你手接不就接，接我也撕，是吧？就是要撕，一撕划，这手往这儿去，啊，一手就是划，这手割热撕，啊，这手一打手划，割热撕，怎么都撕，都是撕，是吧？一手撕划，是这个呢，啊，一撕划划一拍，啊，来这儿一撕还是拍一中拳。啊，但这个连的时候量呢又快，这个左右撕，这么一撕，这么一撕，哗啦就走，是吧？这个量左右撕，撕里头呢主要是虎爪，是吧？前面那样的讲的，杠爪的意思就是像老虎摸这个爪似的，老是要四抛裸带，是吧？抓上时候了，哗啦从上面从脸上拿，全给你撕开，有这个概念。搂刨虎蹄，搂刨虎蹄是个腿法啊，我简单做一下。往带外弹，接接啊，这就是一边搂一边刨，一边是接腿。好，下边我把这个简单用法说一下。当敌人打了一拳的时候，哗啦，你看就来这儿，是吧？要接，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二一个来讲呢，你搁这边打的，我搁这边来讲呢，也是一样，啊，跟人接，啊，这个是起来还反一接两八反踹，等等这些东西，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讲呢，我这么时候来讲就瞬接。啊，一打手，一只手一刮，这手瞬间，再手这么接，是吧？这么接的接这腿，所以这腿来讲，要说啪，又发那个寸劲儿，斜提出鞘。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做一下，直引，下面我把这个动作的用法简单说一下。往这指引，这手打上去，打上他这手一接，是吧？一接的同时，他是往我这方面是有抗击能力，我这个气呢还切不进去，打不进去，怎么办呢？我要斜提，这斜提，这斜提打这个地方，是吧？就是一斜提，哗，走这个。二一个就是简单用法。我这个打是啊，这手再打，打我这手也打不进，这手你要这么斜提，是吧？你往上看，如果你随着我，那就随了；要随着我一提了，就能给提了起来根儿，是吧？但是提了这同时，这拳要发，啊，要发的发出这个拳，哗哗，这个拳来这儿，这斜提一提，照着这样打出，照他肋，照他胸哪里用这骨棱，是吧？去打这个拳。啊，打花拍中间随便变化了，这个来讲呢就是要打花，抖这个劲啊，要有深抖之劲，最主要这个是石篮啊，这个石篮是非常主要的啊。石篮两是打的是又是封闭之法又是七星之法啊，这个来讲花这就可以打了。这手量，这么打的这个概念，走打去上胸膛，石篮是里篮，啊，飞虎拦路是外篮，好，就简单介绍到这儿。胸前挂印，胸前挂印也是个腿法，啊，我简单做一下。双手上托提起一蹬，落步推三，啊。下边我把他的简单意思说一下。当对方的手
打来的时候，哎，我往上拖它，是吧？这拖来的话，哎，这个脚来讲呢，要来这挂了。但蹬的时候来讲，不是随便的蹬，要送胯，哗，就是要让两趟，这个送胯要我往上舔这个劲儿，是吧？哎，落步推山啊，就是简单这个意思。胸前挂硬腿法，使用的时候来讲呢，绝不是这么简单，是吧？他得按，啊，自己呢去琢磨，主要先提膝、提胯、送胯，这个很关键啊，不是随便就往前一蹬就完事了。白岩相果，撩腿、推掌，啊，这个也是。两下一圈，是吧？手呢往上送，哎，送有一腿，有一腿落下来推山。嗯，下边呢，我把这个动作的用法拆解一下啊。两下一伸手，一打手来晃，一打手这个来讲的晃就来这儿呢。这往上一送的呀，就是往上这个大脖啊，一周它就一跟头。或者来讲呢，一打手来讲呢，这手往下一送的时候，这手踢着它，不，咱不用说去绊啊，这个绊不用。同辈东西呢，就是要去行路一样，是吧？往前一踢它就行了。二搁里头花也是如此。他来的手双手过打我说，你看。这手还是来这儿，是吧？一抬手来讲呢，就是两手一咧，然后合起，啊，一合起，这手来讲呢，这里头就有一个撩阴腿，啊，撩阴腿，撩阴腿之后，又可以走推山，走什么都可以了。最主要就是脸上这个要有相果之势，遮着自己的腿，这腿起来要暗，啊，主要这个概念。另外，这时候走侧路就走圈，啊，往里走吧，是走这个概念。狸猫捕鼠，好，下面我把这个动作呢简单说一下。这手一打来这儿，这手一接，你一打来这儿画。这时候这样的谱的概念是，就是用这几个手指要掐它的缩指骨，是吧？连掐带剁，所以这个那样的哗啦一抖，所以这个概念啊，往上吊腕，往上吊腕，是吧？也可能讲这么扑下去，也可能啊。但在这里两一打手一挤住手指往前搓，搓掉，是吧？掐这个。缩指骨，是吧？捕鼠，这个动作量要求什么呢？就像那猫捕鼠一样，咔咔就给掐住，啊，动作要准，要快，要狠。狸猫上树，所谓狸猫上树，的意思就是顺杆爬，啊，我把这动作简单做一下。指引，蹬，拍。好，下面我把这个动作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一穿的时候，这手往上直接打他的手，如果一截，这手迅速的往下滚，这个就千斤不压手，不管他是多大的颗的，只要一滚这掌下来，这腿就是来这撂了，来这膝盖上撂了。这手呢，不要搁旁边去，是吧？要顺着自己的手的上方。也就顺着他的胳膊往上爬，啊，这个来讲往上爬，撸过来讲是这个，哗啦呀，是吧？打就把这掌发，这都打脸的，啊，好，金鸡斗铃，双手往上一捧，啊，往前一推，双叉掌，是吧？这个来讲呢。这个动作得
用法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当对方的手打来的时候，是吧？这个手来讲呢，我要是这么往上轰，你打，哗，你看这个意思啊，就是哗，一哗嘿，就是要走出这个意思来，是吧？两下，这个一定要一猛，一猛，这个呢，猛拍，这时候打，是吧？这个跳步来讲，那就是一个演绎啊，金鸡石斗，指引。下面我把金鸡石斗的简单的意义，给大家说一下。金鸡石斗是个小手法，是吧？这样一打棒，就是，一打手哗啦，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出掌的同时那样的，到那，捏成，变成勾，捏勾到鼻子到眼睛，是吧？它主要是还要到你这个，天灵盖，你比如说往这一打，这手往一挂，这手往一拍一打的时候那样的，我这手是转向的，我够不着它，但是我稍稍一曲就够着它了，是吧？所以这个手来讲呢，就是一手压门，跑眼睛、跑鼻子、跑那样。但是要这手出的时候，就正打，这么打，怎么打都可以。这么打回来还是这个就是手，是吧？所以刨这个肩胛骨，那个刨滑盖穴也可以，是吧？但是呢，这个那样的必须得有五指不齐的功夫。所以五指不齐呢，平常拿这五指头哐哐哐。哎，敲敲木板，砰砰硬，老得梆梆梆，就像击桌子似的，梆梆梆梆梆，那个嘴特别硬，这手也得特别硬，那就行，而且腕子要灵活。好，孤雁出群，引手一拍，哗，引手一劈，这不要了，引手大鹏展翅，孤雁出群。下边来讲呢，我把这个孤雁出群的意思给大家说一说。这一打手来这就是劈，是吧？这手来讲呢也可以劈，上手还是劈，这是个大鹏展翅的东西，以后再讲。那么来讲往上来讲呢，这手来的意思劈，劈，实际上这都是劈头的。哗啦，这么下来一下，这个手一打，叭，这概念，哗啦，一三步一掌，目的来讲，你看这也是，往这一窜呢，哗啦，这也是，孤雁出群就是什么单掌出，左右闪展，这点很重要，没有闪展步，这个就孤雁出群呢就很难用了，而且它为什么要闪展呢？主要是我要这么往这去打它的话。它的自省面是顺的，是吧？我要这么打它的自省面是横的，所以就很容易使它脱离开自省面，好嘞，飞虎拦路，飞虎拦路超法，一里一外可以走翻身，是吧？翻身走怎么走翻身都可以。翻身时候要走扣步晃，仰，飞虎拦路属于外拦手，就是对方的手从外侧来的时候呢，我用拦他，下边也是拦，包括方腿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用。下面我把飞虎拦路呢，的意思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两下一打手哗啦。你看这手量，就是往这去剪裁它，哇，属于这样，所以这样回来的这手就来这地方，这手急不行打下，这手回来就来这打，是吧？这概念，打的同时，哗，这手连着挑，注意去的时候呢，这走呢不能这么去，这走一定得挤出去，是吧？不让它走翻，另外来讲，这手一打。你那手起一划，你看来这手，是吧？这手还是个飞虎拦路，往外撑，撑的时候两臂，一撑，两手变化其他手，
还有一个就是越变越小啊，你手来的时候，哎，你看那手来哗，是吧，就这个概念，哗啦哗啦，是吧，一等八，这个意思，来这横栏，哎，带着身法栏啊，哎，是吧，所以这个手那样的打的时候那样的，主要是在防护自己的时候啊，不要受到攻击。白蛇脱信，王手，好，下面我把这个白蛇脱信的含义给大家讲解一下。往这一伸手棒，这手就来料了，是吧，可以插掌，但这手咱可以走这个，是吧，穿掌，是吧，就是这一个王手，你看王手往一挡霸，这时候有人一拳哗啊，王手上去一个重拳，是吧，这边这样也是啊，打的时候这样的夸一穿掌一重拳啊。白蛇吐信的意思啥呢，就是意思上这手要个口中吐出去啊，要快吧，要快，就像那个蛇吐信似的啊，刷刷要快。好，仙人指路，仙人指路不是具体手法，但呢它可以和其他的手法完全组合到一起。下面我简单做一下，好，下边我把仙人指路的含义给大家讲一讲。仙人指路是指，指呢就有虚实之分，虚虚实实，假假真真，是吧，同步拳打手来讲虚实其正是非常关键的啊。虚也就是说我去手是虚，你看的是虚，我就变实，如果你认为我是这个量是实的，那我就是虚的，是吧，就是假作假实假一真，真作真实真一假，是吧，你看往这一整话往这打，这手是假，是吧，我想那样的往上，就是这手那样的往上打你的时候那样，你以为是往上打，是吧，但是我往心上你一顾着花就变，是吧，一变叭来这走，是吧，这个手呢打的就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是吧，同位前注意心意的培养，这方面是非常非常主要的，就是注重一个变化。第二，仙人指路它就是指引的方法，在同步拳里头有上指引，是吧，一上指引底下棒一腿，是吧，这个就是那样的，上指引就是往上打往上戳，什么都为止，是吧，或者是这个仙人指路都可以，是吧，那么那样呢下指引，是吧，有时候想哗我就往下打，以为是要打是我上顶扒拉一把的，是吧，这就是引开你的注意力。还有外之人，是吧，外之人里打，里之人外打，是吧，就是上下左右里外都可以之人啊。二一个他之人也有可能是这什么呢，合口之人，是吧，往合口之人这个手里养的，你看我这手你也不知道我这手哪一个能进去，是吧，就是所以那样呢，你要是这样呢不过我下，我叭一个重拳两掌，你一过下叭上手又一掌，是吧，所以一起来的话一起来这个手这样的，去的时候这样，这个手就还有虚实其正啊，这你分辨不出来啊。七星之眼是吧，往这一查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哪一个能够进去，是吧，但是你以为搁中间那样能堵上我，是吧，生我这一堵就撤了，或者一挑这个手就进了，是吧这样，那么两只手花这手就在这儿的啊，所以这个手虚虚实实假假真真，这就在瞬间的进行变化啊。另外往里一只眼当啷一腿往一拿叭夸，这手就到了，是吧，一拿叭夸，所以非常快。还有一个引法，那就是神引，是吧，用眼睛带着你领着你，你以为那样的往我的手预备上眼睛往上一领，
肯定那样，我的手要往上打了，没那样，叭一腿，咵再往上打，是吧？这个概念，所以谐音止漏是一种虚实结合的一种进攻的方法，也是入门的一种方法，是吧？退一步八门，顾名思义，往后退，是吧？往后退，往前进的那样，这也是往后退，哗哗哗，哎，是这个概念。左手右手互相轮换进行合眼，是吧？步伐呢用提起步，快速灵活，啊。下面我把这个手的意思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当他向我进攻的时候那样的，哎，我这手可以随随便便晃，是吧？随随便便就罢了，是吧？那么那样的我进攻那样的哗。直接八门八就打，是吧？就这个概念。另外退手的时候，一边八一边反攻，也是可以的，是吧？二龙取水，直引往上吊，哎，好，我把这首的意思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两下一直引，这手往这儿掉，是吧？但这手在这儿呢，是吧？一直引，这手掉，哗，搁底下往上掉，这个是吧？掉二龙取水的目的那样呢，就是两个手要取对方的眼睛啊。但这手比较阴毒哈，请大家不要用啊。那么那样呢，就是取的时候搁底下上有扣意。啊，第二来讲，打手的时候，一打手，这手他接，我这手搁上穿，还来这要取他这个。第三个直接取，你那手一接，这手直接还取，啊，转环取，哎，转环取，等等那样的。那么这样，他一取的时候这样的，直接取这样，可以和其他手的进行配合，穿掌、重拳，是吧？来回这个打。这个呢，主要是攻击敌人的司令部，是吧？使他呢，要避开你的手，然后你得机会来让你再进行其他进攻。三捧齐进，好，下边那样的，我把这个动作。简单的还给大家说一下，当对方这样打你的时候，来一拳的时候往上捧，一捧一腿，是吧？一捧一腿，哗啦哗，这个腿就是上头手就是连捧带摇，是吧？一腾哗，哗，哗，就我这样是腾空动作啊，腾空用不用这样呢？那是根据自己情况。年轻人可能体力好一点，蹦得很高，是吧？也可以这样的，但高腿呢比较危险，所以时刻要注意，是吧？这个呢主要是捧和腿要按，上边捧，下边又腿，另外要蹲，一定要蹲下去啊，无尾探头，一个劈，这个呢叫无尾探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连手带腿是五下啊，往前打。好，下边我把他的简单的意思说一下。这个手斜腰部劈，实际上这都是劈脸，带他的手，这手往下斜劈啊，这个劈转劈，用一个反背劈，是吧？一上叭要走这个要快。如果那还那手起来打，哎，我这手这样呢，要有撩手，撩手的同时那样，这手这样的往里打，是吧？哎，一撩手这一腿带一个重拳，所以这样你就是往一打八一个撩手，这一定要注意这个撩是非常关键的，啊，有时候这样呢，打手的时候这样呢，就是往一打手，这手这样呢起来就来这撩，是吧？哎，他就得随着我一脚一上就有了，是吧？就是往上一抠他，是吧？一打叭，往上抠他，抠他呢，这手就有，是吧？
那就经常自己去研究去。这个反疗长，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时候呢，你同志把这抄，你把这一下给忘了。十字飞球，十字飞球也是一个腿法，啊，直引，啊，直引上步一个双劈，啊，好，把这个动作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往上一打手，这手这样，跟这手搁底下反劈，哗啦，你看。这手那样的一个是劈，这手斜着一个劈，是吧？哎，飞，这个那样的可踢起可踢裆，这个那样的身子要侧过来，是吧？这个意思，哎，这个意思。然后那样这个同样换，这手一个劈，一个劈吧，这一腿啊也是一个腿，然后那样带手掌再接着其他的，啊，这个那样的注意，上手的双劈是吧？也可以单用。啊，往这一劈呢，这手直接就劈，是吧？往一劈，哗啦来这儿，是吧？或者是让劈他的这个展的胳膊，哪个部位都行，是吧？有人那样的不就是展那个疤来一走，哗啦一打疤，说这手一打挂，这时候都可以单用，啊。但是挂上腿来讲呢，也更好，根据实际。但是一进身来讲，恐怕腿起不来，是吧？他的这个距离尺度啊要找好，啊。如果太近了。这个就是走膝了，啊，走膝盖，膝打好，实力反撞，望一只眼，好，下边我把这个，它的简单的含义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在实力反撞，反撞那样也是一个腿法，是吧？如果我在后，他在那样的前的时候，后边攻击我的时候，所以那样呢，我要躲，躲压的时候那样，这手上，但这头呢起，就是起这腿，这腿那样也可以起这个点这个肋是吧？也可以点裆，啊，落步那样的一横踏掌，仰卷就是摔拍掌重拳，这里那都是。其他都是配的，最主要就是这个反撞腿啊，这个呢一点八，这个这点，这个那样起来的时候那样的要，这叫盘腿起，不是这么提起这么起来，它是横起横点，是吧？这个横点，嗯，是吧？这是一个。第二那样呢，我上步，我踢他腿的时候，我上步踢他腿的时候，他就得撤回来，来这腿哗带走。就是一掌八下，是吧？嗯，这个意思。金龙缠住，这个来讲呢，有点像跳舞似的哈，但是就要求身法非常松。好，这个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当对方来攻击我的时候，你看这个手量一边裸一边就踩，那时候再来攻击的时候，哗，就来这儿，再来这儿量，你一压手，这时候来这儿呢，你跑来这儿，是吧？穿走，这么几下，这个量就是哗啦一走，来这儿啪，好像是这样的，就这么来回缠住，啊，但那手法量呢，哎，就是能用的啊。好，大鹏展翅，我把动作做一下。大鹏展翅就是正劈和反劈啊。下面我把它的简单的用法给大家说一下。往这一只眼，这手来这就劈，是吧？哗啦下来，这手直接又快，是吧？这手来讲的一翻身，哗哗，是这么，这都是劈脸的啊，劈脸的可以走三展，是吧？合起来，劈下来之后，哗再起来，再劈，啊，是这个的。
这就是一锯正手，也就是劈，是吧？劈下来哗啦来的还是劈，是吧？这个那样呢，劈把它劈这手的时候呢，这手反过来还是劈，紧接着这个劈，是吧？头一手来讲呢，要有法；第二手就是硬打硬要，啊，不管他这样的手结不结，就是要有力劈华山之意，哗啦中间一条就往上劈。步法呢，可走抽射进步，也可以走三展步等等。猿猴入洞，猿猴入洞是躲避身法。一推，好，下面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说一下。两下对对，他一伸手，哗啦我就走了，是吧？上步来讲就打，这个来讲上步一个就是一个摔拍掌，是吧？往这上步的时候呢，一往猿猴入洞来讲，双手要按住，蹲一下，是吧？双手下按，是吧？往下打的时候来讲呢，这个腿可以起，哎，就是这腿哗一起扒，这时候可以打，啊。目的来讲呢，我要靠近他，两下尺度不够，啊，我还得防止他踢腿。这样的话来讲呢，我用腿先堵着他的门子，上步再打，回来来讲呢，这时候呢再打。摔拍重拳等等串掌都可以啊。猿猴入洞一般和猿猴出洞是相连在一起的。刚才落下这个就是猿猴入洞，就是缩小绵延巧。同门拳讲呀，要大大鹏展翅，小猿猴入洞。出去就是后面那一手就为猿猴出洞。猿猴八支，猿猴八支有两种操法。奥不之眼，这手搁底下穿，点，啊，这个意思啊，点回来，好，我把这一腿的意思那样呢，再给大家讲一下。两下一打手，这手往上一打，这手搁底下穿，所以呢，如果他这手搁底下。调我，这样有空，我这手正好是撑出来，这手是腿外翻啊，这是抽胯或者是点着这个肋都行，是吧？要蹲行，蹲身行，哎，然后起来这个落步这样的打的，这腿这样的不能往前落，啊，要起这腿的时候往后落啊，这点要注意。第二个猿猴八支来讲呢，操，你打我一手，是吧？这个手来讲呢，我哪一手都可以了。是吧？我都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一起，是吧？这手这样呢，这脚是这么踢，哎，踢这个膝盖，是吧？可以用脚尖接，也可以用脚面弹啊。这手也是一样，当对，尤其是对方攻击特别急的时候，哎，我一闪，这手来了，一闪他啪，这手就来了，一闪，这手就有了啊。那一手来讲也是晃，你看一闪晃，这手。落步就有了，啊，这个来讲一定是带有裸手性质的，是吧？有时候来讲一剁手回来，这手一落手，这一带回来，这手一带时候回来，这手就撂了，红脸照镜。下面我把红脸照镜的。简单意思给大家说一说，两人一打手的哗啦，这掌直接拍，你看，这个手来讲呢，来这要偷一个小手，是吧？这小手直接拍，所以呢，人家不像这么一伸，这么的也是一接拍，也是直接拍，是吧？所以这个手去的时候来讲呢，一定要踢着对方走，踢对方呢，把这手的哗，这手往下一摁，这手就有了。是吧？回来这掌还来这撂着，转身用个大挑山，是吧？噼哇就走这个劲，是吧？因为你这一掉腚，这一巴掌打上之后啊，一闪步，这脚往这一闪，回来正好来这哗要打出这个挑山这个意思啊。白虎洗脸，
直引。下面我就把这个一首的简单意思说一下。这首来讲呢，上午就湿，是吧？往上递手，哗啦就湿，湿了在这湿，是吧？这首诗上这都湿脸，就湿乎乎的哇，是这个概念啊。我一说哇哗，这两样一起哗，这两这手的水湿脸叭哗，就是这个手啊，滴溜拐弯哪都湿，啊，这个概念。一个就是上去这个湿袍裸带，逮着他脸湿脸，逮着他的衣服湿衣服，逮他胳膊湿胳膊，啊。这手一撞黄，搁手往一下，实际上那样的也是，不管他后手，疯不疯，全是用这个沉吟对手这个劲往下撕，一撕哇，这手那样，把他中门全都撕开。二一个那样呢，主要这是奔他脸部，打虎洗脸洗脸嘛，啊。第二有时候一打手，这手不用那刮啦，这手他一擎，这手直接就挂了，起来了哈，还是这个。所以同辈手这样，你三节打人不见形，是吧？这个急了拐弯带拐弯的，啊，如打手如同水银泻地。那么撕，白虎洗脸呢，就是用虎爪撕袍裸带，白鹤亮翅。这个动作很简单，啊，下面呢，我把白鹤亮翅的含义给大家讲一下。白鹤亮翅必须手这手有叉掌，啊，这手一叉是吧，直接奔咽喉叉，是吧？这手呢一定要滚。第二那样呢，当对方往前进攻推我的时候，你看，是吧？我这头亮，嘿，我就这拍个亮势，就来这一下压住他，这拳就到，是吧？这个往下，这就是勾挂里，掰个亮势，是吧？二一搁这底下穿插，一起来吧，这个走这个就，什么七星炮也可以，是走这个，雷击炮，还有推窗望月都可以，是吧？那么那样还有一个就是往一走，扒拉这个大拍掌就拍，是吧？一拍那样就掰虎戏脸，什么东西？这个一查，啊，白鹤亮翅，这个呢，白鹤亮翅是老的豹门的一种方法，是吧？他往上一指呢，叭就上一个大排档，往下一提，哗啦一个大挑山，直接走中间这条子，所以那样呢，他属于大开大合，啊。但是前手要注意，沉肩坠肘悬腕，他要有托盘之意，是吧？这个手搁这地方对。敌人想避开我这个手，那是很困难的，是吧？他一打手了，哗啦，我就直接往那一走，直接走了，回来这走就有，往那一送，所以同辈拳往上一送的时候，就给人一个错觉，以为我要打他的，实际上那样呢，往后一带，这掌就出去了，而且这个两膀相一撕，是吧？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同辈拳里样呢，一个就是搓拉撞翻。或者是推拉撞环，啊，推拉手和撞环手是两路一景，是吧？搓拉往前一打，回来一滚，啊，这都属于推拉这个范畴，啊，他以为有的好像那样一推，这么一拉，那手就慢了，是吧？就在这拉，也就是一打手，就是一滚的时候，这就是滚撤，一滚撤这场就打进去，啊，是吧？这个托盘式来这样的，一定要沉肩坠肘悬腕，而且这个那样的要走脸门掌，是吧？另外你那样的往里一走，哎，你看，哗，这拳就来了。所以这个那样的，就是这个白鹤亮翅哈，变化很多，所以要细细去研究。美女抱平。好，我把这首的意思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上不劈，这个还是劈，劈的时候迅速靠身，啊，
就是一是迅速靠身，靠身的那样呢，下边那样呢，这个手要直，是吧？基本是在他的裆部，是吧？上手力量呢是在自己的左肩，部位，是吧？一劈下来之后来讲呢，往下这个力量用肩撞，是吧？用肩撞，是吧？哗，是这个呢，如果这手力量同样也是，而且脚这手呢要捧住平底儿，这个意思。用肩撞，这是个身力，是吧？这和呢金龙合口又相似又不同。金龙合口呢是两手走直抖劲啊，往前撞啊，这个力量是用肩打啊，用肩打哗一走这个身力啊，四字抖零。好，下面我把这个手的意思简单说一下。这个手打手是一掌一拳，目的就是要把这两膀子要抖开，要晃开，哗哗哗这么抖灵，是吧？你来这儿这么走，什么都行，横抖把手打出去抖，这是不容易的，那么四抖灵。号称一掌一拳，这手力量呢，暂时我们先不解释，将来和摇身绑切一起组合来给大家讲解。顺水推舟，这个自己做来讲呢，好像不太方便，这个意思来讲呢，下面我给简单的说一下。当他对方拳打来的时候，是吧？我用七星掌法接住这拳。如果你单手裸，恐怕这个接不住，是吧？那么接的时候来讲呢，这手练呢往后捋，是吧？也叫裸这个呢，然后他往后一正，顺水推舟，是吧？就是。一段话，这个实际上来讲一捋，按住这个来讲就往外放，这个放的时候呢也是用身力，是吧？像刚才这个美女暴行的身力一样，一打哇要走出这个意思啊。这个来讲呢，一开始他打的时候来讲一定是这手前推，他再反再推他，是吧？这个来讲呢一推一捋横推怎么都可以，是吧？这个来讲呢就是根据自己去掌握身法去运用去了，另外这个根据自己功力和站的方位，总而言之呢，要使自己重心呢，你这个跨度呢，老要对着它的横的，所以这样同比拳来讲，老说呢，横破竖，竖破横，步法以言路尺。如果你步法你横的，人家打顺的，你就吃亏，是吧？我打顺，对方打横，那这样他就吃亏。所以在找这步法的时候来讲呢，一定是。要自己细细去推敲，叶底藏花。同门拳有一科，转环、带环、连环手，叶底藏花结实手。所以同门拳打手要暗，始终出在叶底藏花的意思。叶底藏花什么意思呢？表面是荷叶，这个花呢是在叶底下，是吧？叶一被风吹动之后，花露出来了，是吧？就是叶动花落啊。下边我把这个操守的那样的简单说一下啊。好，下面我把这手的意思给大家说一下。往下一打手的时候的话，你看这手为什么呢？我直接就能打上它呢？如果这样呢，我直接人的手就打不着它了。关键我在这个手上，一去的时候呢，我这手紧贴着这个手底下，所以
往上一窜的时候，他冷不防没成想，我这有个小手在这套着，给他勾住了，是吧？这手才能长驱直入的打进去，啊！所以打进去那手一接回来，这手一搂，这手在这儿呢，是吧？就是这个就是要把这个手打进来，是吧？然后三斩搁这个腋窝再钻出去，你看，搁这个腋窝，啊，搁这嘎腋窝。因为我这时候来讲呢，把你迎出去，眼光迎出去之后，你看不清我这手的这个动向，所以你在往外开的时候，我这一撤三步，啊一提，这手正好搁这就打上去，啊，紧着一个中圈，哎，落步一个三步挑山，啊，这几手打的一定要连，要快要狠。二一个来讲呢，根据敌手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变化，变是绝对的，所以佟明权在变手这点来讲呢。那要求是很严格的，啊，变手实际上就是心意的研究，搂打腾风，蹲身搂起，搂起擦，这个动作来讲呢，动作起来很简单，啊，好，下边我把它简单的说一下。搂打来讲，这是主要是防比你腿，是吧？这个来讲呢，左右防腿，这是必须得要会防的，是吧？敌人的各种腿法，你要都要进行防护。这样的话呢，在这里来讲呢，我们先不说，一翻八就是往上打。同比起来讲，就是你这个腿和一起来讲八，我一样，哗，这手就往上，啊，老是护着这个腿，啊，哎，护着这个腿。那么来讲呢？搂打腾风，腾风的啥意思呢？这点呢，往上一打的时候，这手来这儿，是吧？穿着画，是吧？这手还是像那个这个七星炮似的哈，那个。但是来讲，它有一个啥意思呢？这手直接是打，这手打，一滚哗啦来这儿，一点画，这手这么放出去，是吧？这点来讲一定要注意啊。下边如果打完了放不出去，这手呢马上上挑，哎，上挑这回往前勾挂来这儿，哎，一抱，是吧？这个就是搂打腾风，哎，一条画哗，哎，抱住门，这个就是四凤四壁了，打挑带劈，或者搁这儿两走，搁这儿挑，哎，这手来这儿，这都是这个意思的变化啊，是这个四凤四壁来的变化，但这个都是说说而已啊。真正的四凤四壁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不必再说了。劈扎或挑啊，这也一起画，一起画。我把这个意思呢，简单说一下。这手往上一插档上，这手齐就挑，啊，这手挑来讲呢，一个就是呢，这手呢要有一个假动作，啊，假动作呢去扫他眼睛，使他那样呢。受惊，然后这手回来带出的手是这手搁底下直接从裆部一直挑到下颌到鼻子，这一条是中心线，全是咱们的泉眼，是吧？这量一挑下来，呱，就是啊，挑的同时量有一腿，是吧？有一掌叭咔，是吧？有人一掌叭叭呱呱，老是这么砸劈了，啊，这个来讲呢，前手也可以走豁，是吧？豁的意思或劈的意思都可以，这个劈挑也行啊，这手直接打，所以那样的劈哗哗就是这么走，哎，就是一起哗哗，还有这个一起哗一个中圈带上了啊，这手豁也可以，如果这手往前豁啊，往前一走，这手豁下来再砸也可以，劈砸豁挑啊，滚手靠身
支援。支援，滚靠，啊，这个滚靠，啊，反背走打，退步中圈。我把这个动作呢，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是吧？当对方打我的时候呢，这手直接接，是吧？用身体旋转，靠靠走打，啊，仰回身带走打，转体摔掌中拳。这个雷掌呢，主要是用一个锻炼一个走打，啊，一个就是身子这样呢，迅速倒步，啊，倒步，滚他身，滚滚身，用这个走打他的后腰。啊，或者是后脑，这都可以，啊，打回来还是一个走打，如果他侧，侧，这手那样就是来这打硬炮，穿掌带中拳啊，还有那样就是一打那样来这儿，我摘他这个部位，但是那样迅速的，就是一摘那样的迅速，这个人这胳膊就给掰过来了。啊，包括回来单用手打，啊，是吧？这主要是要身法要快，身法慢了就不能用了啊。这点，走打或靠身都可以，是吧？这里呢要一定的功夫和身法，也不太好练。穿手，好，下边我把穿手的意思给大家说一说。穿手，大家以为这样，这就是一个平拳就往上打了。这里头要有一个东西，它必须有横劲，啊，花这个横才能往里打，是吧？这个横，是吧？如果这样，你这个力量往里滚，我这时候正好这样的，往里七着打，七着横。七横的话才能变，是吧？七，所以如果你要一打这样一格就跑这边去了，那不行。所以这个拳呢，必须得有沉肩、坠肘、旋腕，是吧？七着往里打，啊，有横劲。二呀，你往上磕，哗啦，这手来这儿呢，啊，这手也是，就是有斜横劲，有纵横力，这点你说。二一个，不要这么专门像我这么去打，是吧？往上一七，他没有回来，这手就来这儿了，是吧？同背拳那样打的时候这样呢，就不和他一碰着硬似的。往那一踢他，一看踢不动他，他这手力量很足，回来就带他，回来带他，这手就打上去了，是吧？这手再闷他，是吧？同背拳那样就是呢，不碰硬，是吧？使巧劲儿。所以那样呢，老前辈常说了：“不学空话难为手，功夫不到终是迷”，是吧？往那一碰，一打了这个，就知道他这个力的方向在哪儿呢？一看他力远，咱就进了；一硬，就躲着他走，啊！老一辈常说，躲着手打不如躲着心打。那么一开始我们练的时候呢，好像他的手掌来这儿呢，我老要躲着这手掌往里打，是这个呢，躲着打他不伤我，我再打他。到后期了呀，就要迎着手掌上。迎手上他自然有法化，一法回来孩子来讲呢，在你被你控制，被你控制，是吧？这时候就要躲他的心，他的心劲在哪呢？他的力的方向，咱们一打眼，两胳膊一接触，就知道他力的方向在哪，是吧？这点是非常主要，就是同拳锻炼这个感觉，但是同拳老前辈常说了，坚决取消听劲儿，是吧？有的听劲那样的还来着听，往里站，你往里退，听，那早就完善出来，回来就变了，是吧？一听是花，只要这个手一打上这个手这样，就知道他这个，力的方向在哪了，是吧？但是，同拳确实也有含蓄沾连水，是吧？一打这样要有这个水劲，是吧？一打你往里一走，哎，属实还有个沾劲，是吧？沾连水。
那是正确的。尤其养有些人脑袋就挺，那是不行的。这个在积极当中不敢烫，啊，不是说锻炼不对啊，就是不敢烫，啊，希望这点呢需要注意一下了啊。穿手是斜横劲，好，闭门铁扇，闭门铁扇，一起一活一旋，啊，这个呢走个末转齐不转，啊，这手老是上下护着啊。这手一活一旋，一活一旋，就像刀当中的崩皮刀一样，啊，枪的那样摆拿，啊，这个概念，是吧？哎，一旋，老这么旋，连闪，连闪，啊，这个好。这个来讲呢，我就说到这儿，下面我把它简单的意思吧，说一说，好吧？两下一搭手，你那手起来了，这手来这儿呢。下了又劈，是吧？这手来讲老是护住这个中路上下，是吧？这个上下必须得掌握住，是吧？有时候练一起来，豁来躲着你左手，硬起往这边起，是吧？也可以变这手，是吧？两下这个是可以随便变化的啊。这个手来讲就是上下一条线，也叫子午风手，也叫闭门铁扇啊。所以大家。在这头研究生讲要低了步，莫转齐不转。好嘞，摇身绑切。下面我做一下，好。下面我把这次的用法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摇身绑切是在狮子斗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形式上和狮子斗灵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啊，但是注意这里有个绑切二字，切侧歪斜偏啊，打这手的意思呢，这手你看同步弦的身法，对吧，就是打出这个意思，这都为这个切啊。切的意思来讲呢，就是要做到六合，左肩与右胯合，左肘与右膝合，左手与右脚合，三肩不离一条线啊，甚至要侧开，是吧？甚至撤不来，这个绑切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要撤绑？这时候呢，他因为这个随着这个转动轴，咱同步弦这样离尾中正嘛，这个竖转动轴围绕这个转动轴来回撤，转动要快，所以是换绑子。所以同背拳，同背拳是吧？好似两背相通，那么那样就是这个绑子换的要快啊。一打那样呢，这手上是吧？这个这样的就是，但是那样的同背拳打手这个意思哈，就是往上去的急了拐弯的，是吧？哗啦一走，啊走，是吧？这是打蹦戳，这是蹦戳的意思，一蹦八哗，哗哗哗，这个手来讲的哗往上一打，还来这儿，穿掌哗来回穿，这个是一穿哒哒，一穿哒哒，哗哒，这个穿那样的就是要左右哈，如风似狂的打。另外这脚这样，这腿上啪啪，这个腿带上打，带上踢，就是一边穿，穿着打，穿着踢，是吧？这个绑切那样的哈，这个换绑要一定要快。这里的所有绑切那样的有三种意思，一个打的时候那样的，这时候来这儿，我想搁这打，我身子得歪，这样就是躲着他这个手打了，我肩呢对着他的这个手。我的手呢搁底下就能打上去了，啊，这是一个。第二来讲呢，我摇胯，哎，他中路一踢我腿的时候，你看我摇着这胯，来这切着这身子往上打，这手意思，是吧？这个左右闪展，啊，一左右闪展，哇，哎，这个左右闪非常关键哈，哗，来这闪。摇身
这个意思一大伙儿一样，他打我一拳头来，嘿，你看这也是摇，这啊，这样一摇花就往上，这个摇身力量呢哈，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左右摇。第二个就是前后摇，前后摇两呢，拉打的，如果这么打，他就上不去了，是吧？我一打手上花，脑袋那样呢，要往里头进，这手才能打出去。然后这手那样搁底下哗啦，这一穿就打出去了，是吧？所以这个那样呢要专身，就是所以那样呢前后摇，啊，就是打专身。所以老一辈人讲呢，常说要亲着打，稳着打，是吧？打手即路，路不及身，传说不真。往这一敲它，这一敲它，一敲咔，这手力量你看就往里钻，这个肘力量就合到这里头，这个钻就打进去，一打上叭的，这往上一走，它底下中间就要出去。这个中拳和这一掌，就是打这一掌和这中拳的时候力量的点儿要快，给人的印象就是啪啦那么一下，这个力量呢，所以你四斗零，你操会了才能打这个腰身绑穴。注意，腰身绑穴三重意思啊，一个是腰身，一个是腰胯，腰胯是走外面手，啊，腰身那样呢，一般都走里面手。还有一个专身，专身就是上下门，打上，打下，身子都要往里钻，是吧？一掌一拳，勤操练，是吧？老一辈谁呢？快手刘志，打这手那样呢，他的精神态度是什么呢？如风似狂。如醉似癫，如可马奔朝，是吧？就是胳膊也把它穿透了，是吧？要有这种大气磅礴这种精神意识。后期的这样呢，翟思慧先生号称绑穴专家，打得特别细腻小巧，身法灵活，功力高深，是吧？这方面呢，就是有的好多老拳师穷一辈子就研究这个绑穴，所以他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而且他是同背手主要的手法之一，同背手啊，还有像那个原来说的五行掌，五行掌那是老前辈早就传下来的东西，五掌分另外，是吧？这类样的，但是它都是基本打的前边的竖力，横力来讲呢还要多抄一些啊。还有就是三绝四妙，迷魂掌、醉魂掌或转环撩阴掌，是吧？这三大掌法来讲呢，也要进行练习。但是经过胡伟潭老前辈总结之后，齐家同背拳主要的手法核心，当然法先不谈，是摔拍杠、搓砍撩挑撞、摇身绑穴大皮挑、四风四臂，还有腿法，为这么十二招法，这是主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在练习这个单抄手的时候，这样呢，要细细的钻研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每一个身法、每一个手法，是吧？